好，再来这个图哈，一样，先用三去法。这里可以从这里 删到像这里嘛？啊，所以这里不见了。好，这里也不见了。啊，这一块。啊，我们这里先擦掉一下。先这样子了哈，这里先这样子，等一下再来看。好，来，现在我们来看哈，这个平面是长成这样子，这里又有对应的三个角，所以这里是应该是削掉一个角，所以这里是削掉一个角，对不对？我们先这样子，啊，这里有转折嘛，啊，所以有斜面，就会有斜线嘛，那有斜面就，有斜线就会有斜面了哈，好，这个图就长成这样，